使点劲儿，往下加摩擦。你来来，你发你发，我给你示范你，来发球，短球，再来，行，你别发了，把那个把发球机拖过来，我调一个正手短球搓球，手稍微高一点点往下劈，对吧？引拍只要不往后拉手，你往前找，然后手拿高去劈长，向你的左前下方劈。你看庞伯特发球机发出来球，落点又稳定，旋转强弱还可以随便调，而且还不喊累，简直香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搓的时候，手指这块抓板，你想搓短就抓板，对吧？然后搓长，搓长向下劈，然后搓短球，找到高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时间早一点，重心往下压，你站得太高了就不好搓球，你看，对吧？一定要下去。好，停。你回去以后就练这个正手短球搓球，这个搓球这个呢，每次你在那个机器里面设置30个一组啊，每天练上个5组，你时间长了，你这个搓球就会有进步了。好的，教练，那我们回去练球啦。